周海啊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花魁啊，花魁，花魁，啊，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？唱，能不能唱一个？好啊，你那个带不带那嘣儿一下？我不带那个，没有啊，那变不了那个。我唱一个这个是跟我们六队有关系的歌吧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了啊。我爸不是，我八队队长在那儿呢，是吗？我还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是我们的队长，踢球吧。你看现在唱什么都没包了，最大包都没了啊！是我他没在这儿，你唱他的吧。那我唱。伦哥他是我们的队长，伦哥唱的都没。来吧，好来，都闭嘴。伦。你让谁闭嘴了？你啊！我该唱。你闭嘴还唱不唱了？我唱一次了，谢师傅。行。伦儿哥他是我们的队长，踢球把腿伤，起因是有人缠他的裆，缠错了把腿伤，留下了他的好搭档郎和燕，像一个寡妇一样。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喊出来，我能当队长。谢各位。观众也纳闷，台上哪个是轮，哪个是那个啊？哎呦，这样我接着刚才那唱吧，好，好不好啊？哨兵是我的队长，他踢了张和伦的裆。你别看这场演出没有张和伦，都出现好几回了啊。孟鹤堂是我的，张云雷是八队的队长。我是车队的，是八队的队长。来来来来来，桃李芳菲，梨花娇，怎比我枝头春意浓？